秘密。袋鼠不用，袋鼠就打无眠四，五龙打四套。承接。啊呜啊呜！来吧，来了，胖一企鹅，啊、靠腰、喔，这是什么毁灭？毁灭的喷射白光的声音，毁灭的爆发海潮。啊，今天不是麦块，因为想到说今天是那个魔物猎人更新新的活动开始。我等一下，猪也太可爱了，包包头。对啊，真的是包包头哎、欸！看了吗？地点变超漂亮了。有啊，就是今天上线第一件事情，先往上走啊。哦哟，啊，记得蒸汽机也要去用哎。啊，干对喏。谁的喷嚏？我们的酱。John Cena。Mr. 酱。Mr. 啊。那我就说，难道你要当 monster 哦？monster 酱，等他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再抓，很爽。我知道啊，可是这还是只能抓三只啊。啊，我抓到一次四只的，很爽。你要从楼梯捞，楼梯一直捞可以捞很多只。有抓到有心得，我已经抓四只。我抓到半只尾鱼，半只尾鱼，半只哇！我抓那个网子有装刀片是吗？网子有刀片，好猛哦、喔！抓上了就已经是沙西米了、欸，哇！痛击超新珠哎、欸，好强哦、喔！这珠子给很好哎、欸，对啊，你叫秀秀刷这个了，还在刷那个什么咚咚咚？对啊，不要刷咚咚咚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叫他去拔草就好啦，有拔草任务啊。咚咚咚，从前还没 IB 之前就废掉了。没有，他缺很多小颗的珠子。对啊，你叫他去拔草啦，拔草比应该比这个更快，因为这个还要三四个人抓比较快，一个人抓很慢。没有，叫他自己慢慢抓。我靠，拿那一张二。好的，换我去一下据点，我忘记去了。请问挂台有奖励吗？没有，你没有挂台会被嘴，你的奖励就是不会被我嘴。好啊，你看很好吧？哦，嗨，干！哦，那个花是沾了荧光剂，是不是、嗯？是要几张是万福票 PS 还是万福票 ？SP SP SP， 我怎么 PS 他在讲什么？一般的万福票是防具，ISP 是外观，跟装饰、哦，对对对，就跟上次一样。Yep， 无眠，欢迎来到月城记。哇，哎呦，啊那个。说要几张万福票才能做、啊、我还不知道、欸、我没有拿到 SP， 万福票要五张、啊、SP 的我不知道，应该也是五张。精英乌龙阿法，特别谢礼，增加家具。OK，OK、OK? O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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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完了吗？还没啊，少一个。还没。好。哎、欸，斗内，我看一下。那我接四套龙。好啊。嗯。今天要打四套啊。要四套跟一只古龙嘛，所以就是四套龙，然、啊、后另外一个无眠加古代树刚好一起。好，这没有墨迹中，这一整组的啦，不能拆啦，没有分开买的。植物鱼，我本来想玩呢、欸，可是我真没时间在干手游了。虽然它有自动战斗，然后声优也不错。有自动战斗的游戏，我一定不玩。干嘛这样？现在我遇过自动战斗的，好像就是那个什么打什么，就是要点萤幕打怪的那个。
哦，点击那点击游戏，点击英雄之类的，什么挖沟子。哎、欸，干！点点英雄后面改好多，看不懂哎、欸。我那时候账号不见，回去全乱玩，也还比我那时候挂了三个月的进度还快。嗯，我那时候不知道该哭还该笑。我那时候挂了快三个月，才好不容易破五百关，那回去玩不到一个礼拜就一千多关。难过，真的很难过啊！把我以前在干嘛？好了，我刚刚转到一半，我来了。那你先转完没差、啊？没有，我先接任务啊！我等下被追。哇，春丽耶！干，这个外观买得到吗？我觉得比那个好看的、欸，糟糕了。哪一个？你说 iPhone 的？对啊。不知道这个买不买得到啊？我想，我想买。商店目前是还没有了。对啊，商店没有啊，上一个的也没有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烂呢、欸，出一下啦，不然要换外观了，可恶。现在一样是用泳装。我不要，买可可。哦。没有啊，可可特春。哦，那个蓬蓬裙。好看。那是什么百褶裙还是什么裙？蓬蓬裙啊。哦，你是说那个？很像一个女生站在花圃中手张开那张吗？啊，怎么一个女生站在花圃中？很像阿尔卑斯山少女的那个衣服装吗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猫的报酬，就是他手上有拿酒的那个。嗯，应该是同一个，是戴头巾的吗？嗯。你说在冰原之前卖的服装吗？对不对？不是吧，那个是冰跟着冰原出的吧？是这样子哦、喔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次好好看哦、喔。虽然上次是书很有卖点，可是这个好好看。可可特春是哪一代的书？可可特春好像三代。哎、欸，龙人怎么会有啊？对，龙拍照又有两个任务，我记得。有，我拍完了。干，是什么任务啊？一个拍打喷那个调理食材的那个猫，打喷嚏的猫跟那个龙啊，钢龙的皮。钢龙打喷嚏。钢龙的皮。哦，你是说最高的那个、哦？对啊，只要拍头就好了。嗯，啊、拍到身体他不给过。打喷嚏是那个磨那个粉的那个吗？磨粉的猫。好，抓到圣粉。对，圣粉。啊，那一次接个任务。魔刀来了！啊呜！哦，可可特村是二 G 哦，不错的，我以为是三 G。看到赖群，对啊，他们一群很疯哎，他们之前也是这样子啊，突然一个手游出了一群人。哎，是等我啊！真的，你如果玩那个手游，那突破有的话，你不用怕没朋友。我都神经病。好，今天讲。哎，奈斯，你要先接任务哦。哪有？哪有？那个、啊、那个美洲。美日。哦。不然你没接了没有？上一个美洲，上个没打完呢。没差了，已经变美日了。今天什么旺福票、冲卡玉啊、王卡玉，昨天看到最好笑的新闻是瘟疫公司从中国消失了，我觉得很棒。早晚的事情，一定就是这个游戏开发武汉病太高了。嗯嘿，开始觉得像瘟疫公司的时候，就觉得这游戏应该不好。我真不知道他从中国消失真的消失很久。啊？瘟疫公司啊？我昨天看到新闻，瘟疫被下架是不是？中国下架的、啊。对啊。我笑超久的。
哦呀！你要按接受啊！你要 OK 啊！谁？你啊？哎，不叫我先转。哦，你还在转啊？转好了，转好了，出来了。我以为你卡着转完了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没事，你转，你转。哇，好多！我转完了，我转完了，我转完了。好，那我再转下一波。我被踢出来了。然后昨天不是还在玩麦块吗？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在吃生菜啊。你吃啊。就想说你会不会抽到玩麦块不打这个游戏？哎哎，快丢跑！对啦，吃生菜。我的手都是水。等一下。哎呦，你刚刚手放哪里啊？他昨天还拿了一堆面纸出来用，超夸张的。哇，夸张。真的是夸张。好了。啊。啊，没事。杀杀给哦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又跑了。哎、欸，他跑了咋了？怎样？你又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被人踢到了火，吼吼吼吼吼！我靠！哎呦，他往后跳，被我拍一下，我一跳，我也吓到妈的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是不是没有？哦，有，想说怎么你踢后我没看到掉落物，没事。哎、欸。啊呜！我没，不是，我刚刚上去了。哦，抱歉，我刚好。哎呀，拖上去。没事啊。还有哪边要软的？尾巴。要软。那我要软他的腿推。好了。下一个画面，哦，嗯，又开红吗？我靠，这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真是很嗨耶！我不知道昨天秀抓那个环境是我抓到几点，就硬要一直抓。他说没有抓到不睡觉，还有睡哦，跟你一样啊。我跟他讲，他要抓什么？他要抓那个那什么灵力珊瑚鸟。哦，那个我也还没抓完。那个他要抓也是要抓很久。我想说，我那时候只差一个大鲸没抓到，我就抓了快四个小时啊！真的假的？我说，当时我们是没有赛亚人，我当时是没有赛亚人的啦，我抓了很久啦。啊，你现在有不知道啦？喷喷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下次提醒我不要把那根嘟在他的头上，有够难打。你，我想说你每次都嘟头上，你戳得到，你好猛哦。他射程是远呐，所以还可以。可是他头一直动，我很难拿那个。我要重读一根。我刚一瞬间想说，为什么这个足迹特别亮？啊，不然嘞？上面是防御性能 up 的。那你也有防御棒，揍我的肚子吗？哎、欸，生气啊！往肚子里面戳。哇靠！腰好痛。
没捡到。就是矿石加倍是不是？那么多矿？有吗？不就是几个点吗？没有，刚刚那个点好像没有矿呢。刚刚江江挖的那个点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好像挖的那个位置有点妙。哎呀，我想问我怎么看你在那边挖矿？买啦买啦！腿上也可以。你这么爱跑？对，开局就好，开局落。欸、按照惯例，他又会冲回来。好，他来了。为什么那么痛？为什么？嗯？不对啊，怎么那么痛？怎么可能会那么痛？在，我想要采集中不可能这么不痛啊！睡着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刚吓我一跳，然后我没打到、啊。哎、欸，喂，哎、欸，找一下。哦，他是贴着墙壁跑掉的，我感觉看不到。选马里奥吗？哦哦哦哦哦哦！哦，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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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天！等下，这是活动的丝套还是普通的丝套？是啊，普通的力量丝套。哦。我说来顺便刷珠子嘛。哦。哈哈，头的那个黑黑的爆炸，有了，他变钢铁人了，小心！
啊呜！喷喷，没事。我不让我读，你为什么要读？噔噔噔噔，哎呀！话说这家伙气很久嘞。对啊。哎，礼包，礼包，礼包。你把我挖过来。那、欸、我记得这边应该没有矿啊。刚挖的矿点在哪里？这边应该也没有矿啊，有矿啊，有个。哎、欸，要死了哎、欸！他突然跑回来说我要死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啦，我要死了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熊二龙，好摇，不错，伪装的很好。好久没看我的牌了，好，你好，啊，是套龙的宝椅啊，是啊、哦，是啊、哦，哎、欸，你看这边有矿点呢、欸，这边能有吗？这里。哪边？这里啊，应该很少人是跑来这边挖矿的吧？我觉得这边没有呢，这边不是一只不死虫跟一个香菇而已吗？这前面呢、啊？这个我印象不深呢。我记得那边好像没有矿呢，还是真的是矿加成？待会去看看一下你的那个调查。哦，你是说什么矿脉增殖中？对对对对，矿脉增殖。我有嘞，万福 S， 哎、欸，哇，树纳酱猪，买熟解放，我竟然没有拿过。树纳酱就是赶快把酱收起来。回避二。不错哎、欸，是拿两个没拿过的。哦吼！再来这一只。华古龙总要两只哦，青蛙。那等下还要再打一只古代树的古龙种哎、欸，古代树也要两只。嗯。代树的古龙。哦呦喂，我有古代树的物葬石套、欸。那怎样才会打喷嚏啊？忘记了。随机。等等等等，好像第好像那个每两次下一次就是打喷嚏了。你说磨成功磨两次吗？
还是抓材料他都会成功啊，他就是磨一次磨两次然后他就会打不利了。哦，第二次天好丑，我的天，我拍到的画面是他把东西往前撒的时候根本没有拍到他啊，所以成功。我也是撒出来的可是过了我看看，三颗星过，没错，三颗星，很像爆米花撒一地的感觉。嗯，提交了吗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，大家都一样。嘿啾，咔嚓！我去冰一下东西。真的好可爱哦！金书主，他大金，金狮子大金，大金金狮子，干嘛？你是不是想开车啊？哎吼，一趟15块钱了。昨天已经用了一整包卫生纸，还不够吗？看我那个真的是一喷开的时候，我就是笑出来。我看到那个图片，我也笑出来，高瑶。我早上一睡醒，打开 Telegram， 如实通知。那个是，我真的是很无奈，而且我要拍照，我还不能拍，我还不能拍到我的那个。那是你的麦。要拍好。那是你的麦。哦，好险！我还要摆拍。摆拍，王美，你有没有？你的那个是王美，撞，好撞撞，哎呦呦，用到了，吓到他了！我吓死他了！奈斯，我睡着了，我怎么会睡觉？谁睡觉了？睡觉比花！我还没睡哦！啊！我想说，我怎么会睡着？等一下！打我！不好意思。Thank you！ 忘了这回事，奇怪，怎么会睡着？我想说，怎么会睡着？Excuse me！ 我想说，你怎么会讲说你睡着了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我们的牧师带到刀剑了啦！啊什么啦？不是啦，牧师忘记吹 buff 就先上了啦。
笑死。牧师的书新买的还没开封。哎。还在笑。太久没睡了，是不是？太久没睡了。对啊，想说，哎、欸，你都吃错了。这是睡觉的感觉。如此美妙。我们相随的未来。啊，你是要不要受惊吓了？哎呦，他受惊吓了。那睡着了。身为一个青奴往前走，被撞是活该。什么、啊？往前没关系啊，没插耐冲是你活该而已、啊。我拆不了耐冲。好，我懂。我高。可以撞啊，各位。没有石头啊，各位。啊，生气了。啊。在这么激烈的环境，我要开始问安咯，从第一个开始。哎喂啊，莫伊安安、史蒂芬安安、吴成伟安安、萧子山安安，对啊。你这样他也不打你，是蛮厉害的。哦，凯欣安安，他要打你，他没打到。敢装死就打我！好，继续。还有谁？刚跳掉了。绿茶牛奶安安，小远安安，悠远安安，捧个安安，人叫捧个，我要说捧个，啊，捧东西的捧，各位的各。萧一类安安，他可能外号叫苹果。光玉童安安，森母安安，听领。L I U 安安，也太难取了吧！张圣杰安安，我喝个水啊。哦。冬雨安安，谢生良安安。好呢。王之阳安，吴继宇安安。我在睡觉里面磨刀。乖乖安安，好了，玩完了。去哪里啊？那个。主要鸟在附近吧。我主要鸟在路上。那个旋转。跳跃。